为了加深地方民众对在地文化资产的印象，和美领导所将在十月十六号伫咧和美德和东书院举办“自主文化季”，展现在地文化传承、色彩高招，让更加侪民众来体验德和东书院无同款的面貌。今年是朱熹夫子892年圣诞。和平定公所将在十月十六号在德东书院举办祭祀大典的同时，也举行一场自主文化季，希望借安尼活动唤起民众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一年一度的朱子文化季即将在这个星期天10月16号展开。那我们在此呢代表公所先感谢我们道东文教协会的相关人员，以及我们郑理事长帮我们承办这一次的一个文化庆典一个活动。那我们文化季这个活动内容非常的精彩，包括有艺文的表演，那还有亲子闯关，以及最后最精彩的摸彩活动。所以在此呢代表我们阮镇长呢欢迎我们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朱子这个文化季。首先我们感谢彰化县政府和美镇公所对地方文化的重视，由道东文教协会来承办这个朱子文化季，将打造这个地方的文化艺术，将这个书法、美术、诗词加以化结合，成为文化艺术，发扬这个朱子教学的精神，我们来给它发扬光大。结合地方，用教学结合地方的观光，成为大和美地区的一个最大的盛会。我们以道东书院为名，创造大和美地区经济的繁荣，这是我们 的目标。我们希望社会大众大家来参与这个活动。这场活动由德东文教协会承办，筹备副主委周君林表示，除了自主祭祀典礼以外，现场也有闯关活动，家长会当带囡仔来耍闯关游戏，借此来怀念囡仔时的趣味。协会嘛准备了非常丰富的抽奖礼品，要让民众扎登去。我们道东文教协会长期以来致力于我们道东书院的一个能见度希望把书院打造成一级的国际化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古迹。那在这一次活动中，那我们主办单位特别来赠送说我们这个创意的一个杯垫，总共有12个颜色的杯垫，然后它是一个环保的软硅土的一个杯垫。活动来讲的话，我们大朋友小朋友可以一起来参加。那活动中我们8点就可以开始，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来玩亲子闯关游戏。那你闯五关过五关的时候，我们主办单位还送一个精彩的一个赠品，是我们一个高级的一个手机架等等。以及活动中我们还有除了艺文团体古筝的一个演奏，那我们道东吟社的一个吟唱土风舞的表演等等。那我们还会在活动中赠出最大的奖，我们的冰箱、电视、脚踏车、气炸锅还有我们的电子炉、电子锅等等，都是我们主办单位以及我们的赠送的一个协办单位所精彩准备的一个礼品。德东书院兴建伫咧清朝，由地方头人甲地主共同出资捐地所兴建。后来曾经因为火灾或者是被人占用而荒废。将近40年前，由和平镇公所征收了后，列作历史古迹。旧历地道嘛曾经造成书院严重的损害，后来由政府出资进行修复。新中华新闻李炳宏和美采访报道。